丽丽证明代表会定期大会第一天总质询，先进行的是副主席江文博，他针对了玉里地方劳工就业机会提出建议，希望政工所工程工作要以玉里地区为优先，主要是给在地劳工可以有更好的出路。玉里镇代表会定期大会第一天的总质询，第一场次先进行的由副主席江文博特别针对玉里地方劳工的就业机会提出建议，希望政工所的工程工作以玉里地区为优先，主要是给在地劳工有更好的出路。我是想说，我们玉里那么多劳工，再不去好好的去把它从我们公务单位把它训练出来啊，就利用在地的我们的劳工，如果说我们的工项或是合约可以去把它设计给我们玉里镇在地的劳工有机会去从事与操作。镇长则是回应，这是一项很好的建议，公所也都希望在地的年轻人可以留在玉里，让玉里更有活力，更愿意留下来的青年青壮年更多的工作机会。这样子你认为这样，这个可以照顾我们的劳工啊？对呀、啊，这个还可以提升他们的经济，还有各方面的一些技术的竞争力。对，我是、这个、好不好？这个我认这个。另外，江文博也针对玉里在地的观光发展也提出了建议，希望政工所可以多利用玉里镇的美景来推动地方旅游形成的观光，让更多外县市的游客再次看见玉里美丽的山景以及道浪。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